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哥，祝大家端午节后愉快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在端午节之前就想给大家录一期吃粽子的视频，但是我提前好几天下了单，可是我的粽子刚刚送到，就是它，复仇者联盟粽子。虽然送来晚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录一录。谁规定只有端午节才能吃粽子，对不对？一个包装袋，还有一个粽子。看这个包装还是相当精致的，大家看一看，是为了复仇者联盟的粉丝们特意制作的，看着还是挺有感觉的。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它竟然是这种，大家看看，它上面是这种金色的这种浮雕一样的。我一下想起了我刚刚看过的复联四，还是不错的，推荐大家去看啊。它这个仙儿的包装已经非常漂亮了，但是这个粽子的包装，我都怀疑它是不是粽子。美队、黑豹、钢铁侠，还有一个 logo 的，真漂亮。这个罐子设计的真是太别致了，在这个罐子盖上还有每个人物的 logo， 钢铁侠、黑豹，还有美队，瓶盖上都有。粽子的口味咱先不评价，就它这个包装，我觉得值它这个价钱。这一套这个复联粽子是186元一盒，这四桶，这一桶里有几个咱还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包装，我觉得就值了。我们就先打这个。